静怡啊，魏无羡他人呢？他们出去了呀。出去？去哪儿了？我方才说把小苹果带来了，魏前辈就拉着韩光君和温前辈一起去看小苹果去了。嗯，对，小苹果，帮我照顾一下仙子。哦。不要追了。舅舅，他们已经走了。你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不然呢？留下来吃晚饭，说完谢谢，再说对不起吗？就是因为你这个样子，所以他们才走的。舅舅，你这个人真讨厌。这是你对长辈说话的态度吗？找打你！咱们回去吧，金陵。个人回个人那里去。舅舅，你刚刚是不是有话要跟魏无羡说啊？没有。才怪，我明明都看见了，你想跟魏无羡说话，后来又不说了。刚才是在庙里也是。没什么好说的。胡说，明明有。江城，师姐烧得很厉害，我去给师姐买点药，师姐就交给你照顾了，你就留在这里，千万不要离开好吗？老板，五个煎饼。多保重，阿姐就交给你了。舅舅。